今晚我们的花魁银雪会在所有的宾客中择一明主，生死相随。过来。我主决定，等到暗河宫败落之日，便是你娶我之时。烈如歌刺杀失败，被绑进了暗河宫。你说你把七百年前爱人的记忆封存在我身上，所以你爱的是他。武功不如他，现下又受了伤，更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我就可以查出他意识，这样你就可以趁机逃出去。银雪，你应该感谢我，让他永远忘不掉你的芳华。就是